快乐星期天，和谐过大年。2008河南卫视沟通无限栏目春节隆重推出欢乐家庭情景剧《家有喜客来》，一个欢聚团圆的家庭，颠颠撞撞分出的世界，各路明星到访，数位专家支招，欢乐新年怎么过？初一到初七，锁定河南卫视《家有喜客来》。新年好！铁屋还是离气会儿、啊、哎呀，补充体力。就怎么办？妈妈，你怎么了？你不开心啊？你问我开心不开心？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又怎么了？哎，明天你们要上班了，都走了，就剩我一人了。我是盼过年呐，是能够你们见着你们，阖家团圆。哎，我又怕过年呐，人走茶凉，独守空房。大姑爷，你那句话是咋说来着？哦，这就是人生。哎呀，妈妈，你想多了。不是的，你辛苦我理解。好多老人呢都有这个想法。是啊是啊。哎，妈，你真是想多了。哎，要不咱跟他妈找几个大爷，没事跟他妈喷喷。我说这个这个地方。我不是不理解你们，可就是心里啊总是惦记着。妈，你就是这哈。我们几个呢这回也商量好了、只要咱大伙有空啊、就回来陪咱妈，对不对？我们几个准备轮番带你出去旅旅游，逛逛比较远的地方啊，这个二七塔呀、毛山头啊、动物园里看看猴。咱、妈这拿去砍俩猴了，你动物园里看老头行吗？他妈乐了啊，那感情好。不过我也不愿意多给你们添麻烦。你们呀，当儿女的也不容易，是不是？妈妈，你现在又懂事儿了。哎，不过咱妈懂事啊，可是咱们儿女的福啊。对，他妈最开命了。哎，是的，是的。哎，妈妈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啊。哎，这个。为了能够庆祝我们那个年要过完了呀，啊，我们商量好了，准备搞一个家庭文艺联欢。联欢可以啊，这个主意怎么样？又把我打岔。联欢呐，我干啥呀？你也要出节目当评委？我当评委，对，咱们家你最有资格当评委，对的，咱家的劝委嘛。对，不过啊，妈，你当评委，你执法还得严啊。你别一整当评委，整着好事了，完了就呀，女儿是我的小棉袄，我的半个儿。所以说，养老时候关键还得看儿子。就是，咱俩就是说，真是的。我当评委绝对一碗水端平，真的。绝不假公济私。哎呀，那就行。哎呀，这个主意可是忒好了。是是是，谁出的？拉拉是我。我的二位，你这个智商就是一个乙，两个偶。
比我强，比我强。那你们谁先现眼呢？那叫出演嘛。对，出演。你们谁先出演呢？姥姥，我先来。赶紧去换衣服去。快乐星期天，和谐过大年。2008河南卫视沟通无限栏目春节隆重推出欢乐家庭情景剧《家有喜客来》，一个欢聚团圆的家庭，天天状况纷呈的世界，各路明星到访，数位专家支招，欢乐新年怎么过？初一到初七，锁定河南卫视《家有喜客来》。新年好。我的闺女，小红花奖励一朵。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我的丫头演唱的绝对是专业水平，这一点像我遗传的呀。好意思说著名的跑调王，大家都知道，我闺女的意思完全取决于她这个著名的母亲。遗传于母亲，但你遗传谁呀？那当然是您了嘛。你说根在我这儿。对，这花啊，这是奖励你的。以后啊，谁得了这花，最后谁多得的花多，谁就是冠军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冠军的，没问题。谢谢姥姥。哎，对对，谢谢姥姥。哎，谢谢姥姥。要不是我们这千金，那结束再表演节目吧。下面谁来？谁来？我认为，要说艺术细胞啊，我想咱妈，咱家的艺术细胞最浓的一个就是我。又死了！你唱歌你都不着调，你还给他抽没嘞？请我给你唱唱歌，让你知道啥叫真正的爱艺术。啊，音乐。唱歌，来，我请。唱一段啊，我得有伴舞了，还有伴舞、啊、当然了。送你送到小村外，有句话儿要交代，虽然已是那百花开，路边的野花记着我的情，记着我的爱，记着有我天天在等待，我在等着你回来，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。送到小村外，有句话儿要交代，虽然已是那百花开，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，
在等待，我在等着你回来，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。导演，导演，哎呀，这边的观众掌声热烈，谢谢。这边的观众掌声热烈，谢谢。这边的观众好像没有那边的观众热情，掌声把那边压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导演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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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拿自己当腕儿了，你折腾你的，你坐那儿去，你跟妈坐着，累的看他累，这样吗？哎呀，我吃那劲儿都失态了。一会儿啊，没咋地，嗯，看不出啥水平来，不如我姑娘，我这个真拿自己当，谢谢谢谢。你笑，一边待着，以观后效，两位两位。好，你看你说的啥呀？这是，你都不懂你你唱的新潮，行。这唱不是我哥，这歌唱还不错的，这唱的是个环保歌曲嘛，是吧？你看你弄了吧你，妈，我都怀疑你是不是俺亲妈。哥，哥哥哥，这件事呢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，啊，你呀，就是从垃圾箱里捡来那个，你节哀顺便吧。妈，你说了干嘛？妈，你管不管他了？啊！你瞎说，我揍你！十分认真的告诉你，告我啥呀？你就是在厕所边上捡来的。顺便节哀吧你。我手一身上的味儿，那恁大了，赶紧去厕所给装进去。别打扰我行不行？拿着盔再把我放了行不行？二姨。走走走走，哥们儿，哥们儿，给夹来。何人庇护啊？来正哥，来正哥，来正哥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听说那这过年了，那搞个家庭啥呀，文艺比赛。没错。我跟你说，二姨，你少了俺可是不中啊。来来来，老姑娘，来来来，你是不是？姨妈，我听说那这家庭这个搞文艺演出还有奖金嘞，谁演的好有奖，谁不现眼罚款，多少多少奖金？哎呀，花太艰难了，红包，哎，多少钱？暂时保密。同志们，同志们，安静安静。哎，怎么？哎，你咋了？你弄啥嘞？各位朋友，各位来宾，嗯，先生们、女士们、来的生、街头们、老人还有孩子们，你们好。话多啊！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家里边来参加这个文艺联欢会。今天本人代表所有的观众，欢迎你们的到来。祝祝晚会，这个节目啊，还是要继续演下去。嗯。啊，我重重的来了，我又重重的去了，我轻轻的挥一挥手，嗯，带走了所有的云彩。哎呀，装装装装装！哎呦，就你这舌头，你还朗诵嘞？你把你的先把你的舌头捋直了，说好普通话，你再对。还送我的，看看你这个舌头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妈。姐啊，姐夫，嗯，我给你来一段，比你那高级，真的吗？我给你来段艺术的，哎呦，老头子，那多大了？这你看，看看，哎呀，来真的，好，还会花点儿，你看，哎，好，俩一看要不饭这玩意儿。小牛脱鞋后他去打球，踢到哥打老六一腾油，小牛马上飞舞拿到右下，老六刀尖飞，老六不爱小牛欢游，小牛爱欢游，你看看这老六等小牛来欢游，哪里这里心里
歌，准备了，唱歌了啊！小妞提刀又嘿，还是那老六不要又，我一个人在这没有想出理由。老六啊，酒井麦又某啊，又又涨价啦！人民币大戏，樱花落满地，有一种神秘凝结了空气。人民币大戏，黑夜里头又去攻击，烟雾当武器。人民币大戏，小妞的气力永不忘过去，环游是唯一。人民币大戏，一生要彻底，要忘记什么是自己。快乐星期天，全家大联欢 ，K 歌竞秀闹新春，阖家团圆喜过快乐年，给大家拜年啦！真的是不错的，来坐着坐着，叫一声。你觉得好是吧？那当然好啊！我一句也没听懂，我也没听懂。你唱的是啥呀？我跟你说，一马，你太孤陋寡闻了。我这个东西啊，绝对那是好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我这叫啥？我这叫五哈快板书。啊，没听过，没听过啊！没听过，神弄鬼的，高科技。哎呀，看不出基本功来。对呀，你唱，一马给你唱两句。哎呦，别！传统的啊啊，传统的山东快书给你们唱两句。山东快书，听好啊啊！党这个党，党这个党，党这个党，见面嘴一不多，将调一标，梁山夜拜单八将，头一位托塔天王脚朝盖，二一位笑一三郎黑松江，冰淇淋路虎强霸豪，十多行军师吴用直冒枪，金鹰手是琅琊榜，滚成的大刀也有分量。公孙胜不是那个云游岛，陆志神外号就叫花和尚，太高太大，黑旋风李逵就把那个醉汉挡，挡这个挡。赤发鬼六趟是红头发，没让公主痛的胡子长得长，软软硬硬，一个样一个样。我打冲是古大嫂，我也查是四二娘，霍山坡是望顶柳，你长起了名字叫胡三娘。基本功，谢谢你们啊！坐，高脚拖一个顶俩，还一比你还叫什么玩意儿呢？能跟我妈好好想想，姜还洗老爹辣了。你妈，你别管了，我回头磕头拜你为师。要红包吗？想要红包吗？想要红包吗？拜师要红包啊！你得给我钱，拿来吧，小子。不错呀！哎呀，下个节目该谁了？就是该我们了。我是冰冰。我是娇娇，没尊量。拜年了，给你拜年了。这仨姑娘看见就是叫人喜欢。来，谢谢小红花。进来了，我还没开始唱就给红花啊？怎么了？可以吗？太偏心了吧？乐晕了。暂时收回。好。你们给姑妈抽个。
拿着小红花，拿着拿着。真带劲，真带劲，不错不错啊！一听就对口型，假唱嘛。什么呀？真的假唱？像我这么专业的，一听就听出是不是假唱？行了，你少说两句吧。是的，总的来说呀，咱们家的实力啊，女的还是比男的强。我同意。给个红花，你有意见是不是？我当然有意见了，大姨妈，你说这咱们家的女的男文艺比男的强，哎，我就不服，是不是？不光我不服，所有的男同志都不服，是不是？我要嫉妒人家你，有能耐你来啊！有实力就不怕嫉妒。你来。我下面来演唱一首我今天新出的个人专辑，好吗？什么名字？禽兽的主打歌啊，禽。还挺喜欢。专辑的名字叫禽兽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好了好了，来来来来，听听禽兽。我小心翼翼的接近，怕你在梦中惊醒。我只是想轻轻地问问你，你别担心。我真的好爱你，我愿意改变自己，我愿意为你。大联欢 ，K 歌竞秀闹新春，阖家团圆喜过快乐年，给大家拜年啦！唱得好啊，唱得真对劲啊！一听就是真的假唱，真唱啊！假唱，小娃给力了，唱得一般般吧？啊，你唱的。这歌叫啥呀？披着羊皮的人啊，不是羊啊，披着人皮的狼啊，不是羊，到底是披他是披着狼皮的羊了，禽兽，禽兽吗？禽兽出大歌叫禽兽不入啊，对对对，是啊，那您看，要不这我奖金该给我了吧？奖金暂时不能，还没评出最后冠军呢，怎么给奖金呢？啊，这个小红花将您给他一。给他一勉勉强强给你吧啊，应该得了呀，对对对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只想证明我比别人强，我拿到应该好。扣子剪砸了，完砸了吗？没有实力的人。这是我弟啊，长相人是吧？那啥，妈，我跟你说，他们花该拿的都拿了，就我没拿呢。其实我在这里呢，拿不拿花都无所谓，我只想表露一下我的心声嘛。在我心目当中，你是最伟大的母亲，从小到大，是你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喂大。是你
一把屎一把尿把我给拉扯大的。哎呦，我吐你一脸珍珠栓。我擦一擦吧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啥，知道吗？他们刚才你这一直就是在这发花，完了他陈东哥。还给他不服气啊，说什么女的这个才艺比男的好，其实你们都错了，知道不？啊，也不是女同志才艺好，也不是男同志才艺好，是啥？这个才艺这玩意儿吧，你唱歌跳舞你得多元化，既能唱还得能跳。哎呀，你呀，少给我来这套啊！不就想拿个小花吗？对不对？对对呀，想拿个小花。哎，对对对，得用实力证明。不要，对对对对，不要给我玩这个苦肉计。是的，实力不行，玩去。妈，我跟你说，要玩就玩个绝的，你知道不？你演啥吧？最近不是热播那电视剧的吗？啥？我给你整个主题歌，你没听知道了。哇！小妹，人家小妹，哎，干干嘛？咱俩一块整，震死他们，吓死你们！这这这。分包千般笑不休，曾共失陪，流泪叹罢足有内疚。爱你恨你，问君知否？是大今一花不收，转千环。分分八千欢笑不休，仍愿放拜天楼，在我心中系呼救。仍愿放拜天楼，在我心中系呼救。强强组合了，这是啊！各位不要跟我献花，不要找我签名啊！不要搞个人崇拜啊！你像生个熊呢你？要天啥玩意儿？你来坐坐坐，大伙来说说节目咋样？还有啊，有创意，太有创意了啊！特别是我程爷表妹这个加盟，是我这更加的。哎呀，你就别吹了你，大姨妈，你知道吗？今儿可是表哥说让我来吃过年饭的，没说让我跟他唱歌呀。你废物利用，红包拿来。怎么跟他唱啊？看那瑶瑶都吃醋了，他的花儿折了吧？我不爱的，我给你买回去面了，我还。还有你也变了呀？哎哎哎，不是，不怪我这事儿。之前他说了，他不愿意跟我唱，他自己要单飞。那我也没让你跟他唱。赶紧唱，我给你唱一首，你听听啊。
行业。快乐星期天，全家大联欢 ，K 歌敬秀闹新春，阖家团圆喜过快乐年，给大家拜年啦！我们瑶瑶唱的可真是不错呀，是不是？谢谢大家，不作呀，谢谢妈。哎，媳妇儿整挺好，听啊，不比你强还行。好听，好听。哎，这大过年的，一家人聚在一起，开开心心，快快乐乐。老太太真的很好啊。他看着眼神是谁呀？你这舌头。哎，妈妈，我忘记告诉你了。哎，这个人呐，是我的一个表弟，哪里从广东过来的。你咋不早说呢？招待不周，挺多原谅啊。哎呀，太太，只要你开心就好了嘛，信不信？太太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再说话呀？如果他把舌头捋直了，他早就去河南台当主持人了。哎呀，他听说我们家里搞那个家庭联欢会啊，特意来要给你献上一份礼物。感觉我唱的怎么样啊？非常不错的了。哎，那你有什么给我的礼物吗？奖你一朵小红花的了。这个老太太，过年呢，我觉得小红花就算了吧，我更希望是奖金了。你在这边拿自己当外人啊？开玩笑，我本来就是自己人嘛，是不是？我是自己人嘛。得了。妈妈听了你的歌有毛病了的喽。哎，这样身体好吗？这样可以锻炼身体的了。老婆赶紧把他点了。大闺女，你该你出节目了吧？高姐，大家高姐给我姐，我点给你来一个。你们不知道啊，我们两个早就准备好了。哎呀，好，我听听。来来来来，走啊，老婆。好，站着，他们。素吗？妈妈啊，唱的怎么样？还算可以吧。谢谢谢谢。哎，
这个是不是要给点奖励哦？就是呀，就是呀。好，你们说给吗？给，一定得给。哎呀，看着你平时做饭的份上，奖你一朵小红花吧。这就是人生啊，妈妈，你有奖金啊？奖金？有啊啊。我中的那个大奖嘛，500万分5万啊！哎呀，搞了半天，一个人就是100块钱啊！100块就不少了。对对对对，100块钱就可以的。小鹏啊，今儿这妈过着这年太高兴了，你请了那么多好的嘉宾，今天又来了这么多漂亮孩子，妈妈也给你们露一手，给你们唱支歌啊！我给咱妈陪祝福新年旺，祝快乐，祝吉祥，祝安康。